这是我们第一场世界赛，跟我们预料不太一样，原本会觉得可能会全败吧。Gemini looking to fight back here in the mid lane. Go nice follow up. Oh, Jensen, he flashes away, but will not be enough. Gemini takes the kill. 我觉得 G2 的五个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所以我们遇到他们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投机，才有机会赢下他们。我们刚打完我们第一场比赛，因为我们的 BP 让我们其实我们当下选完蛮有自信的，所以我觉得算是顺利吧，打得很顺利就拿下第一场。Here comes PK! There's your Ornhorn, but he's not going to find the second half. Jensen with a shockwave onto two. Jensen in the ground. 我对 G2 看法，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选角很多变的，很有很多种打法的一支队伍。就他们的核心就是其实有很多个，所以比较难特别去针对他们哪一路这样。再次回到世界赛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可能比以前更沉稳了一点嘛，然后经验也更多了，那这次会比上次比起以往更有自信去面对这次世界赛，不会那么容易可能被心态啊或是其他事情影响。来 PK， 在另外一边的话是 PK， 怎么在这里？这四个人给包了。哎呦，这转角突然两个人卡在他前面，他突然就死掉了。这两个人哪里来的？前面两个在追，后面两个人要。哎呀，这个吸烟区。PK 位置是完全被抓死了，他是完全知道你会蹲在这。这他看了可能看了太多场 VOD 了，已经知道他会站在这里。这是一个习惯，一走过来转角，奈吾两个狼。哇，这个是选择闪现的副角，而且这把可以提一下是 Miki 的坦克其实带的是刀锋之宝，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在这一波刀锋之宝坦克其实是完全打了一个策略下，一等又直接上去爆舔舌头怪，哎呦一直舔啊，完全不想停啊，但还好攀升的伤害能力其实也没有到特别的差，不过前期就是用刀锋之宝的坦克直接在舔人，这个舌头很快啊，但打得激进势必的也引来了 Magi 的杀机，往前是来自了他们是没有吞的哦，直接赶紧进攻滑行，把 Perks 的闪现给打掉，而且是双招，连治愈都没有了。重疾的话，奶哥是有的，但烟口是没有的，所以这里只要攀升能靠的话，其实压力是能够给出来的。这也是前面作为进攻后的代价吧，G2的人员选择烟口放弃了支援，所以也让下半部包含中路的推线，这本身的机体优势都可以拿到领先。现在随着蓝 buff 的获取，这么来准备再跟 Koala 继续的追击，正对 Yankos 打抓到，在前面交出闪现，赶紧逃离。这个EO已经出来了，而随着来上半部这里的开局，还被他没招，他没有招，没有闪现，在 Q 的回弹没中，烟雾弹直接炸在脸上 ，Yankos 想要继续的逃命。但是有机会逃吗？就木乃的滑行带进草丛，再一枪直接 bang bang 掉了。奶哥真的很强，但是烟这个 wonder 来了，上路的优势也即将扩展到中下，两脚踢就木乃用一技能想逃跑，但被一个一闪给贴近。不过右方位置 mission 是单打的方式，直接把 caps 的闪击给打掉了。哇，这波 Gemini 比较无可奈何吧，因为前面的上路位置一开始就是有点问题的。对，看看感觉这一波奶哥的 Q 真的是有那么一些着急啊，不然这个烟口城可能在这个转角就直接死去了。但最后还是有成功把这个一技能交出来，把烟口城给带走。但这边 Wonder 靠着前面上路的优势，还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哦。那这里 Wonder 的操作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节，非常的漂亮。他这个一 delay 闪太美了。直接是正面抓你技能，而在另外一边是想要追的 Caps。这毕竟角色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现在被俩包了，火龙吃到一半，军队 TP 来了，赶到了，但马姐人看起来是没有察觉到了。汪德一个勾射往上方的位置，搭配嘲讽，但明显已经交了闪现，脱离了位置，但还是被卡米尔给盖了起来。能够盖到人的话，那闪点 Q 中，但进了里面之后，不如只是全招交被舔了回来。
大快躲一下之后继续的暴打 Bruce 有补血，但另外一边 Miki 早就走出了塔的范围，没有办法 Bruce 被正面的点死，这个刀锋之宝太凶了，他那时候哇哇哇哇就填满了，这个伸舌头这些战术好像有点感，有点印象，有点印象是不是？有点感觉不得了。而在上方的位置已经抓人了，就来走出去，视野直接提醒到了 Wonder， 应该葛雷夫就在外面。出来的瞬间被贴脸，赶紧来支援的 Gemini 直接顺利的帮助 PK 在上路打回了一些东西。我是这边现在一个嘲讽来，但潘森就在右边，这里感觉冰剑来了，给你嘲的，冰剑没中，但大姐还是有机会直接击杀 Koala 的一个跑线。妖玉妖姬好像不是台语吧？是，那是食物，啊，那是食物，那是食物。现在在预示者附近直接一波 all in， 想要直接打残 Miki， 在前面已经先被击杀了，后方位置 Hugs 没有办法直接起掉 ，Koala 飞到后排，而 Yanko 想要尝试继续进攻，差一个普攻就可以击杀掉 Mission， 但 Mission 靠着走位躲避之后闪现下来的一个 Hugs 拿下人头，想要帮他报仇 ，Gemini 想贴近，但直接被 Wonder 给留住，不过后续伤害红 buff 还是足够，下方的奈迪在跳着加 Yanko 继续的一个追击，已经贴上了 Koala， 红 buff 粘住 ，Koala 交出无敌，但在后方的位置想尝试换掉没有机会，这波的预示者交战最终预示者没有人拿，是 Magi 拿下的，不过 G2 打赢了团战。哇 ，Magi 有拿到预示者，但这个点布鲁斯要被飞了，又要舌头开舔了，是要被单杀了。哇，又要他这个哦，好吃好吃，舔晕补攻补攻啊补攻，不是不要哎哎啊、让头啊，他的那个菜刀都拿出来了，他想要送的艾希过来了。这波自跑是真有点随真的很强啊！哇，这一波是这个大绝哦，然后有把这个血量给压低，成功先收掉米克坦克星。但这一波攀升飞的位置就有那么一点歪，变成是找不到艾希，反倒是 Wonder 又从上路靠过来，这一波直接进场，然后搭配的是 Perks 的一个闪现收掉了米克。但最后哪个还是靠着这个最后的燃烧伤害把 Perks 给收掉，但这个点加流一飞这样，其实人数差就直接显现出来，而且哪个也是完全失去战斗能力。哎呦，这波！不过画面回来，团战又在持续这些争论的不给吞。你选一个推球，直接把 Perks 推到是 Magi 的团战正中央。这波人头是已经稳定要拿了，普攻加 Q 直接拿下人头。自然的也是不让对面走进来。四龙，而 G2 现在开始已经解体，开背合体作战了。另外一边很溜哎、欸、，Koala 包抄正在支援 ，Caps 被留在后面。而现在 G2 的目标是上方，想要准备跟着自己的上路来做夹击，目标直接夹掉了 Koala。后面 TP 要来，这 TP 赶到的是魔豆，魔豆已经在下来瞬间直接抓走了 Caps。Mission 兄弟，我帮你报仇。他最后他只能用一个晕吃到。他现在开了，终于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成功了。但是他回补要补野，推回去，但反身被盖。又是一个大绝 combo 的无敌 PK， 没有太多的反击手段，就是瞬间倒下。包夹还没有结束，居住继续的压制，而且还是以上路的 PK 为主要的目标。这里反身的一个回答 ，PK 已经打到后面，想要继续的进攻，直接强抓闪现的 Q， 但没有中，后面的两口子已经在做等待了，能够击杀吗 ？Q 锤死，奈德利还想飙，但飙掉的瞬间伤害够不够 ？PK 也不太想后退，继续的暴打，两口子知道自己伤害不够，赶紧撤退。PK 一个人。顺势的，他们的开战不是以冰剑为重点，后面卡米尔加油要来，可是，在先前马吉先选择开战，想往前进攻 ，Miki 交出了一个闪现，而后方的位置是艾希，坦克已经靠着自己的技能把艾希给救得，前方位置是哪个 Gemini 被抓到倒地，右方位 PK 虽然赶来支援，但对上了 Caps 的伤害是完全不足够。竞技场准备要结束了 ，PK 即将沦为五个人的夹击之中，赶紧要逃命，被钢铁公司给踢上，交了一个新的队友支援，但队友完全没办法支援 ，PK 交了一个闪现，但是右边位置队友跟不上，交出了他的解放 ，Mission 直接被 Yankos 的一个惊人给一个表给劝退。后方位的话，居住人已经压了进来，想要尝试直接击杀 Mission， Caps 也包夹过来，跟了 Perks， 这两个法王直接夹死了 Mission， 在下方的位置也是一阵的屠杀，居住拿下了一波 Ace， 一个零换五的团战。后续的拉打其实居住就是直接长驱直入 ，Magi 没有任何反手的余地。第二条的对自己的，第二条的对龙。对，但是对于 G2 来说，居住一点都不坏失误。来看一下。这一波 Miki 他的虚弱下得太漂亮了，这边就算被先被晕倒被挂点啊，这个虚弱挂在东山身上，他就不敢第一时间交，然后这个前面因为 Miki 的吞又吞了一个被绑住的 IC， 导致奶哥太过局限，直接被 combo 秒杀，那就算这边 PK 进来，但是以这个位置来说啦，就是真的很难再补上输出了。那东山最后的大局也是砸在了一个有惊人的奈德利身上，被直接吃掉了。然后做最后的 OE， 愿意 Mission 算的一个血量，这个血量是可以直接砸死的，但这边还有一个表，后方位就只能四处的串逃。
左右两方，最后以马吉是无一幸免，全员倒地。的强势伤害也非常的足够，迪叔甚至从 Caps 的一个裤裆里都已经掏了出来。不过现在马吉再一次的选择开战，针对是已经没有闪现的 Miki， 有个加里奥准备要来做支援，不是被留在最前面直接击败要击杀。后方 TP 也准备要赶到，加里奥冲了进来 ，Caps 这次一次操作是三个人，这个 Oni 的伤害，马吉根本撑不住，在塔前巨柱是扛着塔继续跟你的交战 ，PK 走出来框住了一个 Yankos， 想要尝试的击杀，但最后拖到了最后一刻 ，PK 都可能去击杀吗？有机会 PK 反打，这波塔前的交战二换三，马吉撑住了这波巴龙。哇 ，PK 只剩18秒。对，这里虽然说有绑到 Perks， 但这个前面往前要点 AD 的这个动作就直接被 Perks 抓个正着。哇，那这样后续这里其实这个 Caps 的这嘲讽嘲讽，但是后续 PK 这个拉其实很关键，然后加上这个惊人，其实 bait 到对面很多的一个成员，然后加上后续考拉来的 CC 东山的伤害，又成功把这个人头给换掉。那这一波其实我觉得对于巨兔来说，其实算是有点小伤，因为他们的组合其实还是比较希望透过分继续留人。Caps 在右边被留住了，自己的一个冲拳直接被留住，他有惊人，他还有惊人，就一个惊人的六的一个资源，他给你坐车过来，交了闪现 ，Caps 也赶紧撤退。这一波巨兔有以 Caps 为中心。这位中路选手技能已经全部交掉，不过在草丛里面还是有伤害的。爱心先行的一个助手把考拉技能给劈掉，在右方位置是进来的一个王者搭配加里欧，在加里欧降临之前，米选就已经消失了。PK 在左边已经冲进了战场，这次没有交 TP， 而是正面走了过来，针对的是 Yankos， 想要击杀他就有机会来守龙，直接闪现出来，但有惊人 ，Yankos 活了下来，代表小龙要掉落。王者还在持续中路的高地，也是有居住的目标，往前又是有王者为主轴的进攻，直接贴近了考拉，逼出了是 Bruce 的治愈，反正。回打，但王者也是完全不惧怕。再一个钢铁勾射往前的踢进是一个闪现，直接贴到了杰夫奶打一个标枪，杰夫奶快要死亡了吗？交出了所有的技能，赶紧的撤退。回在另外一边的位置，明显还在持续的点人，用着自己的技能做一些血量的消耗。不过大卷还没有好，没办法击杀掉。绑到了，但后面的 TP 来了，来自了魔豆，半身也飞了过去，直接跟 PK 来会合。卡拉交出了技能，往后边先点住了 Yankos。不过现在巨人里面是先夹击卡拉，下方的位置是一个冰剑，直接把马姐人都留在了后方。江南想要持续的追击，但直接被缓速，想要持续进攻很难。这里完全像是一个拖了枷锁的前进，后方位置已经整好状态的居度往前继续的进攻 ，PK 身不由己冲了进去，想要换掉 Caps， 成功换掉，但紧接着来一个惊人，交出惊人，等待居度的人员再拉回来吗？这里有拉到，这 PK 的救援 ，PK 已经拿下了 double， 现在是五打三的一个机会，想要持续针对 Miki，Miki 在右边位置被五人给包抄跑不掉了，居度两个人赶紧针对但 Magi 打赢了这波团战。哦、那这波 Magi 要不要考虑去对巴龙做一些动作啊？因为这里进入异世界了，没事，这里。拔龙，最后稳定拿下，太值得称赞马吉。马吉在 PC 才不用这样的 TP 打团呢。那这一波 PK 在进场中拖延了非常多的时间。那这里其实 G2 在疯狂做拉扯，但是我觉得接下来在这个窄口东山的这一推太重要，因为这个时候 Gemini 往前吃到了伤害，其实 Caps 是想要反打，但这个一推，所以把人推走了。那把后排一推之后 ，PK 拉人进场，弹起了被动出来，把人扁死之后，再按惊人拖时间。哇，那这个点直接让 G2 的阵型一分为二，他们只能分成上面跟右边直接分散，导致这一波 Magi 可以很顺利的追击，把 G2 绕单人都给收掉。一点的问题在目前 PK 的身上是看起来完全不是问题。问号问号问号惊叹号，所有能用的一些注意符号都用了，但小龙水龙魂是直接给了，哇，拖着。哎，我总会突然有个机会 ，Caps， 啊，什么？怎么有？这是 Wonder 吗？这是 Wonder。欧洲之友，欧洲之友，刚龙魂拿到，但是经济下差到5000块。鬼手爬爬太厉害了，以为只有一个人，其实后面有一堆人，四个，有一堆包抄来了。这波今天 Perks 的一个兵舰比较随缘流哦，但他的 CDR 其实很有，应该有20%，所以其实这个 CD 还 OK，但这打团战不是说很好处理哦 ，combo 进来会倒的。卡米尔今天贴进来，王者针对是 PK 交出了惊人的大绝，还没有交起来，瞬间能交出大绝吗？没办法 ，PK 直接被融化了。后方的位置再次踢进来，王者跟鬼要冲进来，然后加里奥也来了。一个两人的接技，在不同的方法情况下，还是一样的收掉了 Magi 的成员 Gemini， 算是最后的惊人，最后的波纹直接倒地。这一个团战看得起来是多么的轻松，剩下一个 Koala 也要一起倒下，一波算是比较轻松的零矿五。加里欧跟卡米尔的大绝甚至不用 combo 就已经结束。哦，这一波 G2 也是完全抓到了 Magi 的撤退位置，这一波的卡中 Magi 感觉最后是想超进入回首中路啊，但是这个位置当场被 G2 给俩包。我只能说这最后的结果就跟死神的漫画一样，烂尾没有没有，那我们还是要准备来恭喜的是 G2
拿下这一场比赛。虽然马吉算撑了一个三十几分钟的好戏，可是在俱乐部被抓到，我们恭喜居度。目前各位，欢迎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刘航。首先我们要恭喜G2拿下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来到我们赛后采访区的嘉宾是G2的上单选手 Wander， 欢迎 Wander。 啊， Wander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哈，我的身高是1米9，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比我还要高，应该是我采访过的最高的职业选手了啊。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出色。那第一个问题，拿下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也是获得了我们这次世界赛的一个两连胜啊。在我们大家看来，可能G2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的，那我很想问一下 Wander， 你自己怎么看现在队伍的一个状态，怎么评价？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on today's victory, and for currently G2 is able to grab the 2 consecutive victory. So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current team's condition? Well, we are 2-0, and we did beat Suning yesterday, which was, well, I guess the favorite coming into this group alongside us. So I'm pretty happy with the results. I think how we played, however, yesterday we were very stressed as we haven't played on stage since spring split week 8, I think, in our own region. So it's been a very long time since we played on stage. I think there was like a lot of nerves. This game we just played, I felt like I could have done that way more with my lead. I think I didn't play very well, but I was set up by my team. So I didn't look too bad, but I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way more. So I think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pretty happy with the 2-0 nevertheless.那首先我们现在是一个2-0的一个战绩，然后特别是昨天我们还打败了苏宁，他毕竟也是我们这个小组里非常强劲的一个对手，所以说对于整体的一个结果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的。那其实昨天的比赛是我们很久都没有在舞台上表演，就舞台上比赛之后首次在舞台上登场，其实是有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的。那对于今天的比赛，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们是发挥了一些优势，但好像并没有玩得很好。但是多亏有我队友的帮助，能够让我们拿下了今天的这一分。而且同时，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比较长的一段路要走的。虽然有些紧张，但是这两天比赛整个队伍的一个发挥还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下一个问题，今天这局比赛其实一集团非常有意思啊，你们是在上路一集团的时候拿到了铁男的人头啊，这个一集团你们是设计好的，还是说临场做的一个选择，是怎么去考虑的？So actually, the level 1 invention for today's game is quite crucial, and you guys able to kill Mordekaiser on the top lane. So what happened there? What's the game strategy? Well, we basically just looked at how they normally position level 1, and we saw that, well, their top laner usually likes to stand in the bush they're standing in, and they haven't really been punished before, so he would probably most likely go there again. So we came up with a level 1 inspired by, I guess, our friends in Europe who did the same. Some of the teams, they like to do that level 1, so we just took it and we used it against them. Felt like it could be a pretty free kill.那其实对于我们那波一级团的设计是通常其实在上路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但是其实我们也明白就对面的一个上单选手大概率会在那附近，但其实他们之前并没有在那里被抓到过，也并没有在那里就是被送掉一血，所以说我们是想进行了一些尝试。而且同时在LEC 的比赛之中，其实也会有一些上单选手会喜欢在那里然后进行一些埋伏和设计，所以说我们也是比较好的来去运用了这个策略，让在那里拿到了一血。是的，可见为了这一局的比赛，G2还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哈。我们也是感谢 Wander 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恭喜G2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的赛后采访到此结束。